我们有请颁奖嘉宾为队长吉大宝颁发冠军奖牌，有请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、中国足协副主席李玉毅，有请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赵晓东共同颁发冠军金杯。It's a beautiful day.